叫我四十万，你嘛冒死啊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来嘿！我都叫你四十万，这又叫这什么冒死哦？哎呦，我可就跟你讲啦吼，本来是不爱跟你讲啦，即嘛偷偷跟你讲，我吼去参加当这抽奖吼，啊，结果吼讲中奖啦，啊，不过讲爱心啦，税金才用得着奖金啦，啊，所以你就叫我四十万，安尼就对啦。我听无，什么好理哦？做我听无清楚，就叫我摕四十万。哎呀，用，哎哎，过去用按的较紧啦，来咯。派人哦，我就真派人，好啦，真是的吼、哦。啊，是。喂，小姐你好哦。嘿，你好。这个你有接到阮公司给你通知讲你有中奖哦。嘿，我才无在讲呢，你是诈骗集团。啊，小姐你安尼足好个哦，咱有警戒心。即马这诈骗集团足济，你莫随便拢骗去哦。所以吼，我会当甲你转迄个一两五，我直接甲你转一两五反诈骗专线。啊，若无第二个转接这条线，无你卖，阮公司无差。哎呦，你用个转一两五？啊对。啊，搁会用诶？即马甲我讲钱卖领，哦，无咯。啊，我要问一下，我到底是着偌济钱哈？哦，这我反正因为你着个美金，爱美金吼，我财富我未晓算。但是你奖金诶方我唔知，税金就剩二十万，啊，奖金哦应该真济哦，你家己算哦。冒死啊，冒死啊！嘿，敢税金就二十万啊，啊唔就八万呐！啊哈，我马上汇给，二十万，我马上给你汇给去！哈哈哈哈！哎，电话过来了，哈？虾米？还没到？哎，我搁汇四十万呢！哦，好，马上给你汇哈！哈哈哈哈！嘿，回来。但是我一个疑问呢，嘿，啊，你敢当时有去参加这个活动？你是有去啊？无，我先甲你问一下。没的。啊，你唔捌参加，你唔捌无彩顶面的中奖，世间有这种代志？啊？你用骗子啊啦！我怎骗子啊？观众朋友啊，你有看无啊？咱做人唔通贪哦，像落去安尼。二十万现在拢骗去，今麦要阁骗我，阁加四十万，千万唔通安尼吼。咱若是做人吼，唔是咱的钱，咱唔通讲骗吼，唔通存着贪念。啊，你若接到这种的贴啊电话，会记你卡一六五吼，反诈骗电话。啊，电话过来啊！啊，电话来，电话来啊！喂，哈，小米，哎，我阁回一。你皮咧上，无讲你唔知，我你后甲你去教无？你甲试看麦。哦，这就是国小时阵咧拍囡仔，啊啦初中吼，你去走，你去走，你好大你卖走，你走倒去你，哦你去走，你去走，你让你妈当个食饭，试看麦你试甲这条囝。哦，好、哦、有无？吼、哦，咱这拄则是叫做错误的示范啊。咱这集要来讲的一个困难的话题，就是讲人生有足侪难题啦。你有当时啊，你咧。管家甲你家鼓励之间吼，我当下足歹笑的啦。咱拄下叫做错误示范的，咱即马政府是规定袂当拍呢。迄咱拄下种是三十年前、五十年前，何里安尼拍一？迄古早佫吊起来拍，你知哦？因为咧拍会忝，你知哦？迄若囝吼拍甲会走，迄拢十几岁啊咧。迄十几岁老爸吼，才原来拢四五十岁啊咧。你四五十岁，你要捉十几岁，你捉袂着。啊，所以变哪拍？吊起来拍。可以袂走哩，吼、哦，拔起来，吊起来拍。咱讲真正，你莫当作我咧讲笑，真正吊起来拍哩。足侪观众朋友，我相信你较早捌人吊起来拍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讲你捌拍过人诶，大概真少啊，因为嘛看过老三诶做无，佮拍过人诶，可能拢转去上帝遐去啊，吼、哦。大部分即摆有咧看，拢捌人拍过较侪啦。即摆咱这政府规定，这叫做爱的小手，袂当安尼拍。即摆爱的小手是安尼尔啦。怕一个趣味心切的啦，哦，怕的小孩说我还要，好吧，不啦，我还要，不是安尼啦。在国外，你知影外严重无？国外吼，因直接，伊自己那国小的时候，政府就甲教，叫因讲专线电话拢要背起来，啊，直接讲，恁爸爸妈妈甲你拍吼，你就直接叫这个电话，
我讲者，我未甲你讲笑哦，真正。所以，阮一个朋友讲吼，牧师啊，即摆这囡仔变哪搞变干嘞？那个歹吼，啊歹啊唔听咩？啊唔听，咱就吹啊举起来，讲你讲咧，我要甲你跑。因囝开一直讲，爸爸，你如果打我的话，我就打电话叫警察。我哩咧，啊说国外即摆教育就是安尼，所以我讲有较超过。咱正经讲，这已经有较超过。啊，但是是安怎来安尼？这拢有故事，因为即马有诶爸母毋知是家己压力伤大是安怎吼，会虐待囡仔，拍过头去，会虐待啦。所以从造成伊国外为着保护即个囡仔，所以自国小一年啊开始拢叫因背一支电话专线。那随时若有人甲你拍，尤其恁爸恁母若甲你拍，啊是甚至讲你感觉因特别甲你拍，你也有感觉到那个被打的威胁，讲敢那特别甲我拍安尼啦，特别做风台就对啦吼，咱就先卡。防范于未然，预防胜于治疗。我们怕了只卡袂有啊，你若会惊就先卡呢。我即摆囡仔煞某一个听到来讲歹教，你若较大声甲喊两声，伊就讲爸爸我要打电话叫警察，老师有教我，我要打电话，我好害怕。所以讲有两难无，即摆你了解未？永远差袂了。即、這个管教囡仔，迄、那个到底迄个范围是伫倒位？咱讲迄个尺度是伫倒位？咱讲尽量用鼓励来代替处罚，这个我认同。因为咱古早是拍了过头，所以要尽量用鼓励。但是到即马吼，咱已经变作已经是鼓励了，嘛小快过头去啊。你若像讲外国人，尤其因咧鼓励吼，都无理由的鼓励，你知哦？你若讲囡仔正经讲写字写了水，画图画了水，咱甲鼓励讲哦，你好棒，无要紧。伊个国外真正拢凊彩讲讲个就对啦，你凊彩写一个啥物外国，伊嘛甲你讲 good boy、good girl 咯，哦 good job 哦，反正都讲讲真牛、真牛啊、真穿啊、穿甲抓袂牢，拢安尼乌白甲你补咧，安靠意思。哦，所以讲真正我常常咧强调讲，咱这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文化吼，爱加一寡交流对话啦。哦，咱家己个缺点小改一下，啊，别人优点咱罔学。哦，啊，对对方来讲。嘛是同款这个意思嘛，哦，所以讲，咱伫这种文化的内面，你什么时阵你要管教，你什么时阵你要给鼓励，当然伊啊好的所在，咱给鼓励，这个是理所当然啦，哦，啊，无好的所在管教，但是有人变作讲，我惊讲教了这个囡仔啥失去信心，哦，所以我大部分拢用鼓励、鼓励、鼓励、鼓励，但是你也变作安那，变作这个囡仔将来吼，人若无甲保护。伊会受伤，你知影意思未？一个囡仔来讲，主持人食甜、食甜、食甜、食了惯是吼，你若无掺食甜，伊感觉拢无味。你这个、你这个，比如你听有吼，食甜食了惯是，你像国外囡仔拢安尼，巧克力食到惊死人个啦，食到有够甜个啦。所以咱若小块糖无掺遐济，伊就甲你讲，你这哪拢无味。囡仔嘛是安尼，你若只教拢甲伊鼓励、鼓励、鼓励、鼓励，到伊落尾，人若无人甲鼓励，伊会感觉讲啊，敢若讲我足含慢个安尼，我很糟糕。所以就一直爱愈食愈重就对啦，爱听人这个鼓励，安尼一直甲伊娱乐的话吼，这嘛是一个问题，你知哦？这真正也是一个问题，吼。啊，你若讲正经讲，常常拢安尼甲伊鼓励，你若一半摆啊，这个囡仔若大汉出去外面，迄头家甲骂一个，啊是讲朋友甲骂一个，大家背景无同款，迄有人迄用骂，甚至用过去咧用拍讲得寸差肉丝吼，咧拍囡仔惯势啊。即摆咱若小可判一个吼，伊囡仔挡袂牢自杀。敢有即落代志？有啦，较早咧做兵有无？咧做兵，查甫人、查某人较毋知。做兵，查甫人去做兵，迄班长，迄骂人袂输咧骂精神咧，你知哦？迄绝对骂到你无尊严，因为伊都骂到你无尊严，伊毋知，伊毋知有才调甲你管。伊若佫告如讲，我这样骂你会不会很难过？我你到遮咧做啥班长？较有可能，因为咱这部队咧带兵，就将来要战场要烧钱的嘛。对不？你若讲烧钱，迄枪支大家弹来弹去，迄生死一秒间之内，你迄兵啊，等你讲长官，我好怕，很怕，我也很怕，你就变哪战啦，对不？迄老马讲报告班长，我怕，怕你个头啊！哦，你叉叉叉给我冲，对不？啊，都咱都要叫洗脑去，咱就讲我啊，就冲去啊！啊，这无法度。所以古早你来去做兵哦，迄班长骂人，迄骂甲低教不如迄正常，迄你也了解背景。因为你咧正经要烧钱的时阵，绝对遐班长一个骂你，尔咱惊吼，自己呐瞬间宕机吼，
完全全家己无尊严、无自尊，人话冲咱就冲，人话行咱就行，咱拢完全拢对人就对啦吼。啊，即马唔是啊，即马时代改变，迄囡仔踮厝诶吼，爸母安尼笑咩咩，即马去到部队内底，迄班长一个骂尔，哇，挡袂牢，挡袂牢，啊，就底下咧讲，报告班长，安怎？我很想拿枪把你们通通扫射死掉。哦，唔通啦，唔通啦。哦，放心，放心。好好好，我咧提沙提我，我咧登记好啊。即摆囡仔变做安尼啊，因为平常时用布料惯习啊。伫咧厝的时阵吼，迄爸母是安尼铺甲安尼，拢唔敢落落去的。即摆形容去部队，你个班长甲骂甲安怎，小囡仔会挡袂牢啊。伊无抗压性啊，所以我讲，你要管教一个人。你到底是隆重给他学路，还是给他肯定？无论你表现得好啊，歹，咱也尽量讲给他鼓励，给他赞美，这是心理学家给咱讲的话。但是实际上，这是有问题，这真正有问题。因为另外一方面，有时阵真正你也该责备。好嘞，大家好奇吼，啊，老三啊，借问圣经的角度吼，当然圣经我必须要给你承认，圣经里面是在讲讲你呐。有时阵必要的时阵，你用责备，甚至用处罚，伫你个囡仔身躯顶，你若有咧家管教，即、這个囡仔较老，伊袂偏离。然后什么个人，我是认为讲圣经所讲的，是真正较实际一个路线。因为咱人有罪性，人有罪性，人若拢总用教育着教育的好势，即马社会问题减真少。因为古早都无读册啊，即马对六年教育、九年教育、十二年教育。我看将来大学啊，先煞变义务教育好啊啦，十六年教育啦，敢有较怎？无较怎嘛？人有罪性，唔是讲你用教育尔就会使啊，唔是，难免有时阵爱用一寡处罚，哦。所以伫圣经的角度就是讲，有一些适度的体罚，但是要伫囡仔细汉的时阵，你若囡仔，咱一般来讲就是讲初中以上吼，咱建议都无去怕，因为已经到初中吼，伊的这个个性啥物已经拢。差不多拢已经有伊家己的形啊！即阵你去甲伊拍阵，可能伊迄个受伤的这个后遗症吼，会比你灌溉的效果搁较严重。意思讲，你读到初中的时候，你甲拍，伊讨厌你，可能会较关过伊感谢你。啊啦，较国小的时阵吼，即卖囡仔因为超国小五年、六年，那么拢真早熟啊吼，就可能要拍阵吼，只有我看是国小五年以下啦，吼。愈细汉的时吼，咱咧小块开拍讲爱的小手，安尼意思意思一个吼，这可能也够有效果啦。你若正经感觉一个会所的时吼，伊的尊严有的时吼，伊就算伊知影伊唔对，啊你甲拍，他还是受不了，伊面子伊放袂落。所以朋友吼，时代真正无同款吼。以前囡仔较耐吵耐拍耐骂，啊即卖囡仔吼，正经袂堪起啦。哦，你小块骂两句啊吼，伊就出去外面就去买红烧啊，你听有啦？哦，伊就想要做一寡戆代志啊！哦，啊你小看啦，真正安尼个甲歹一个吼，伊就等于厝开雅士啊，唔是要洗身躯啦，你听有啦吼、哦？就是讲，这个物件吼，你若讲真正个阿公阿妈个骂两句啊，甲歹两声吼，伊就走去烧炭，啊唔是要摆屁休啦吼、哦？所以讲，这实在是真困难啦，真困难。所以我讲，永远差袂了，就是讲，咱家己也小可学习，啊，这嘛是看囡仔个性。有的囡仔，你小可安尼目视较歹一点，尔伊会惊；啊，有的囡仔吼，你若无真正较大声较这样吼，伊也袂惊。所以这无简单，真正无简单。所以咱什么时阵，咱爱用鼓励；什么时阵爱用责备。你莫讲囡仔，连大人其实也是同款。就即马全世界伫这个法律的这个层面吼，拢在思考这个物件。伫国外啊，以我所了解的这个纽西兰，我有熟悉一个朋友，伊本来做警察，如果伊无做，伊原因就是讲，伊照伊所讲啦吼，讲加压的一个犯人吼，政府一年变的医生吼，开伫一个犯人的身躯顶吼，可能爱开差不多100万左右，代票100万。所以这个警察来讲，我足痛苦。我抓一个犯人，抓入去关，结果我关一个国家就贴超100万。啊，这100万是包括讲伊食啦、住啦，这个加加个费用、维持的费用，啊，佮饲只警察抓犯人，拢算落就对啦吼。所以讲，你抓一个犯人抓去关，其实足贵的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所以
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处理，这已经变成一种艺术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趣味的话题，咱休困一下，等下聊，咱继续。所以讲，当一个人伊若做唔对代志的时阵，还是讲伊需要管教的时阵，到底是用更加侪鼓励方式，还是讲应该用较严格处罚的方式？这个是自古以来就已经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。好、哦，那以中国古早的这个法吼、哦，这个法家，伊咧看就是讲，足简单的嘛，啊，都甲处罚落去，伊就惊嘛，对不？人讲治乱是用重点，就是讲愈乱的时代，你要用愈重的刑罚。啊，那无规个时代拢乱去啊，这差不多大家也同意啦。因为这是无法度的法的方式啦。因为你若无用一个刑罚，你真歹处理。但是这个嘛袂当当作是一个治本，这只不过是治标无治本。因为人吼，然后处罚了过头。等下这个人性的尊严，和你处罚，甲讲无所谓啊，我无差，看你要台北挂水在你，这个时候你的处罚已经失去意义啊。所以世界各国，世界各国在针对讲伊的法律，针对当代要哪调整，有真侪讨论，有真侪研讨会啊。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嘛，加减拢有咧修改就对啦，吼。因为古早的方式无一定会适合今嘛。所以这大家拢爱互相参考。咱用一个上有名的，就是新加坡吼、哦。新加坡甲即马吼，你若讲想超过吼，伊有一种足无现代化的处罚方式，就是讲叫你伫街仔路，对无？啊，叫人安尼甲你拍尻川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诶，一寡新加坡人甲你拍无啥会着，因为拢知影有这条，啊、哦，所以无啥敢。但是有诶外国人唔知影，犯法的时候吼、哦，叫来照常安尼拍。啊、所以这一个大家拢足清楚、足出名的一种刑法的方式。吼、哦，你讲二十一世纪啊呢，即摆还阁有人讲，这个大庭广众之下，安尼咧强拍哟，啊，伊就是还阁有这个法律，为什么？有效啊，有效啊。新加坡因的经验就是讲，这个拍咱来保留啊，虽然愈来愈少用到，但是这条法律放在遐吼，有吓阻作用，有效。那有的人想到讲哦，咱安尼。公众安尼红，安尼拍卡声响，有够歹看。足自然为着尊严，有的人伊都唔敢去犯这个罪。但是有真济国家，你像你讲，这个侵犯人权嘛，什么时代你阁用这个方法，因都无法度认同。所以讲，现在我咧讲，这个系列叫做永远完未了。你讲什么人对？我相信这个话题呐提出来，咱观众朋友来投票，嘛是一定有足无共款的意见。因为这本来就两难之间，哦，爱看你犯什么罪。爱看你犯罪人的年纪。以我所了解，即马世界各国大部分的做法就是讲，那会当卖关，尽量卖关，因为关的效果唔是像你所想的这么好。哦，唔是讲啊，大家犯法拢了爱关，安尼就处理掉，其实无影。哦，有诶犯人愈关就愈皮，哎，关咧内底吼变研究所，你知道？犯罪研究所呢？哦，哎，内面咧加两波，哎。去啊！佮出来阵功夫佫较好，当你就害啊你咧。所以讲，关毋是一个好方法，好方法。所以后来有诶对即个较轻诶，尤其呐较少年诶，即个超十八岁左右诶吼，较青少年犯诶吼，也是讲对着即个情节无讲介严重诶人啦吼。咱即马国家有另外一种，就是讲叫伊做社会服务啊，叫伊去扫涂骹，叫伊去创啥吼。我举一个咧，咱即个职业诶棒球吼。曾经有捌闹过足侪摆代志，就是讲跋筊，啊，这当然是一个足复杂的案件啦。因为这个选手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敢来伫拍球，啊，可能咱因为咱的行业薪水无像美国职业的迄个球员哦，一个月领足侪钱吼，啊，所以落尾有的球员可能也是互人引诱啦吼，啊，哦，这个猪头焦胎哦，啉花酒啦吼，啊，去一寡较无正当的场所呢，啊，落尾瘪坑嘛。叫人报出来嘛，啊出代志法官判，啊所以有人较轻的啦，法官就判讲，恁爱去基层吼，爱、哦、去服务，服务啥物？
服务去一挂庄稼所在去教囡仔拍球。你若过去的观念讲，靠种代志做唔到掠去关，但是人就是讲，咱来学习，你家掠去关，成本佫较济，咱就爱编医生去甲关，就佫甲饲，足麻烦的嘛。啊，不如呢，因就发明一种方式，就是讲用留啊留啊带着一种鼓励啦，就是讲你的专长你趁好好啊用，啊你好好拍球去跋脚要创啥，对不？啊拍假球较有意思，你应该去服务这个社会，让这小朋友无教练，你去家教教唔是真好。用另外一种鼓励方式，叫这个球员去服务基层，结果效果袂歹，结果养成一挂基层的球队，吼、哦，啊嘛，让这个球员吼。重新培养伊个自尊啦，吼、哦，卖讲安尼，敢若像咱做一个唔对，然后我即世人拢无去安尼，嘛卖安尼。但是你讲会当卖处罚无？啊，无咱家家拢关起来，安尼嘛是袂使。所以咱人就是爱学，什么时阵爱用鼓励，唔通只干唔干那样拍样法。但是什么时阵你嘛是爱小可爱样用处罚的方式，吼、哦，袂当干那讲爱的教育，爱的教育，迄有人都不吃这一套。你的爱心吼。拢糟蹋去啊啦，迄个无意思去啊，哦，啊！但是咱最后要讲的，就讲有个人吼，实在是在想起的时阵，足想要这个清除，要共处罚的时阵，要安怎呢？来，最后老三教你一步，你若正经挡袂掉的时阵你要处罚，你要拍吼，拍这个无性命稻草人，啊！我咧叫别人举手，你讲哟，哦，你拍这个无性命，你一直念，一直念，啊，至少伊袂伤害到，啊，你一直念，啊，手摕出来，左手伸出来。右手伸出来，哈啊！给他唱名动作，我无看到，唔敢拍哟。我照拍不好，我不能，我继续给你拍，继续给他。六阿姨，十两八，十两八，六阿姨。哦，既安葬嫁娶。也无法做天地甲海，找你记录在有探病，以为受苦的亲冤是食物或者妖物的，找啥？治财医纳财，也无法开痴迷的目睭。嘿，十两伯啊，你真无意思啊呢！啊，我念一句，啊，你也念一句哈。我念我的，你念你的，你现在是在拍什么话？哎呦，我是要跟你讲，你这么智慧，咱中国人，咱都要有中国人的智慧。你敢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以农立国、哦？是啊。所以这农民历顶官有甲咱写吼，讲要安怎种，要安怎收吼，啊，因为看这个日子吼，啊，咱都修行的足好个啊。那伊在大行拢无写，日当日秋，日或者日出，伊拢没有写。你听我讲，基本甲你讲，什么事情会当种什么，但是基本甲你讲，野花树木，和你所种植会当有修行，对不？哎呀，唔对啦，我就甲你讲。参照我看的这本，哎呦，这农民的，哎，这无假呢着，人这本着足济智慧，你看到这本这呢高着，哎呦，当嘻嘻，对不？啊，人阮这当年还佫兼会换的，这农民的当年那么得换，佫会升等呢。无啦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咱这本吼，咱的人生这呢复杂，你这本这细本，够这简单。人圣经这大本来这种生活智慧安尼啦，我就跟你讲啦，这吼参照我这想好，就跟我讲，哈，这我是吼，这啊你看一月、二月、三月拢结啦，大结咯，啊你想啥？你想啥？我想土。你想土？来来，我变我你看，我跟你讲，这想土来，哎呦，六七八九十，哎呦，拢不宜出门的。我唔当来关，搁咧不宜出门。温泉啊，你就是牢狱之灾啦！咱这本真正足侪生活智慧，什么食物配什么食物，这拢有伊的道理。但是你若照这个方式在生活，啊，你讲这工袂当创啥，那工袂当创啥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咱足简单嘞。哦，来，即摆你看这个事情，你该创啥，你照着看啥物结果。我甲你讲啦，人我今仔日是超工来，人伊讲叫我爱为东南方行，拄仔就伫遮。东南方哦，叫做桂林顶天，我就直接弄去。迄阵我就是拄好桂林要将伊的大钱拢送给我啦，我就为东南方行。这时啦，我爱这行啦。哦，你准，
有准，直直行，都有人送钱给你，让粪扫车弄到，人给你赔医药费，送钱给你，这个准哦。